我这里可以直接下去。哇哦，这样深啊，一定要那个氧气管哦。又有河豚哦，欧里。Yo, what up? 欢迎来到 Rough 第二季。Let's get it. OK 啦，幸好我的电脑坏了之后，我的存档 Rough 全部还在。这一季我打算呢，一定要整理我的船，然后要好好的用引擎、用方向盘啊，我要用这些东西的，要比较高科技了。现在很乱啊，这里又这样，这里又这样，真的超级乱的啊。Unbelievable！ 这个工程啊，不是讲一两集可以搞定的事情。我们一边慢慢改，一边慢慢去探险，这样子了。欢迎回来 ，Ruff， like share， 继续冒险。还有我拿到刀哦，我还没有开光，你懂不懂？还没有开过光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懂吗？修一修船，会慢慢装修这个船，不是讲一整集直接改完这样子。我想改到哎。较像船的样子，或者各位有什么有什么 idea 啊，船要什么样子啊，也是可以留言跟我讲。看一下我们的喷水器、洒水器，要放 ，OK。哦，电池剩下一点点，好了，你要去哪里 ？Holy 你的盖呀！啊，我的篮子放这里了。Oh my god， 头灯、引擎、方向盘、燃料，好的。我的肉还有吗？啊，还有肉的，熊肉啊！上次去那个熊岛干的呢。还有呢，用那个刀子哦，这个刀啊，各位可以砍紫砂鱼嘛？我上一季最后一集才拿到的。来，飘过去那边，去那个小岛先啊。哎 ，no， 哇，哈，你等开，找一点资源先了哈，找一点资源先，挖一挖矿先，那种是。如果你用矛，那个酱鱼仔靠近不到你，有安全感。现在用刀哦。刀子怎样搞啊？刀，试试先。Testing 啊，酱油仔，你在哪里啊？一段时间没有玩，一碰到海又会紧张的哦。靠步哦，真的。之前用矛跟酱油仔打架哦，酱油仔一靠近你，他一张口，你插他的口，他就伤害不到你了。刀可能不是这样哦，看一下先。不行，不行，你一定要用矛。打鲨鱼一定要用矛，还张口去剁它。啊，看你没有受伤害的，矛是拿来对付这一条水的。来，江鬼仔啊，一段时间没有玩 Ruff， 你就以为你是称霸了在海底？不可能啊，松懈了咯你，要偶尔锻炼它一下的，真的。对了，这个岛没有什么东西。多打一次先，鸡背江鱼嘞 ？OK， 我要杀了他先啊！我有感觉他出来了的 ，OK。哎，等，放下个拉杆，哦，我的毛没有血了，在他面前弄弄呗。不错，每次一开 Ruff 我就拿酱鱼仔来热身的，谢谢他，感恩 ，shout out to him。OK 了，搞定，走。下雨日怎样了？哇 ，nice， 香啊，香。先去我们的接收器，调一调那个地表。哇，附近有很多大岛哦。这一个06964是那个熊妈妈的，好。下一个呢就是4432 3 Bidi bada b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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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哇，1848米哦，在那边哦，哇，远哦 Holy shit， 来啊，奶不用挤先，奶不用挤，各位，哇，这个是屋顶，难搞了，现在是平板嘛，我要把旁边这样子上来变船。 OK， 这引擎拆掉它先，放在一个地方啊，引擎先收起来先，我们盖了我那个船哦，变美美先，我们要的那个形状先才放引擎的嘛。OK， 放张桌子。OK， 放这里。把，哎呦，可以再调整的，漂亮地。Let's fucking go。好，刚刚的引擎啊，那些电器全部放过来，这些桌子上的箱子先。Okay. 2 hours later。飘下，来到一个动物的大岛。这一个岛，我看一下先。哦，那一个河豚的那一个啊。
很多河豚啊，你记得这个位置吧？有看上一季的你们都知道的啊。对对对，那边来的，好好好，不要管这里先，我们走。这里有那一个什么，对，有那个大雕，丢石头的一个大雕，有了有了。怎样帮他们改名字啊？哦，抱着的时候按阿改，靠背的。做么你？做么？他妈直接来灵感啊 ！Cheese 啊 ，Cheese！ 你懂为什么我叫他 Cheese 吗？因为他的奶积了半年，他的奶积了半年肯定是硬了了。OK 了 ，OK 了，把他们随便取个名字了。原来改名字要抱起来去改的。我们到了那个新地方哦，我们待一阵子，待一两集或者两三集这样子，慢慢欣赏，慢慢体验嘛，那些内容是不是？我不喜欢赶着出内容，就很逞强要放出来这样子啊，我不喜欢那种感觉。你让我慢慢玩 ，OK？Let's go！ 哇，木超多的，木很多了，各位，怎么办？这样注定了要装修了，先把一些木哦这样子盖上来先，啊。放着去先，我是想这样子等等那个船的形状啊，希望这样子盖是正确的，先盖一排吧。OK，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，OK，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，Nice。最近晚上都没有什么睡觉啊 ，rough 了。过滤一下啊，把这些草全部变成纸 ，Nice， 看到吧？哦，我天亮了，又是一天没有睡到觉了。来来来，各位，这里盖一层先。今天我放多多引擎让他走，你放心。有没有相传？有有有，开始有那个样子。Nope, nope. 哎呀，看下先。哇哇哇，902，毛了喂。嗨。气死，头低低的，你看头低低的，不是没有草给你吃啊，怪。头低低低年龄啊，这次你们死了我不要再管你们了。Alright, 弓箭要不要弄一点出来收着了？可以了啊，现在总共有71只，够傻了吧？600，好了，我们去工作台看一下，各位，工作台这个什么什么台啦，看一下研制作可以做什么新东西。这个是捕虫网，抓昆虫，这个呢燃油管。再用两台不同的机器输出生物燃料啊？怎么要多难用燃料呢？你要燃料来干嘛？迟点我们再啊，我们再研究这个什么燃料的东西哦。好，现在等那个地方到不了。Tomorrow， 应该是看到了的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我在喝水，我要放眼镜。Yeah， 来了来了，到了到了到了。新的地方，哇，这里可以待上几天啊，真的。哇哇哇，这里有白白猪，没有看过的一个动物啊，这里。捏捏捏捏捏 ，what the？ 可是看它的样子好像会咬人这样哎。有这个苍蝇馆。准备准备准备 ，OK。这里会不会有章鱼仔呢？应该会了，应该会。搞定它先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不要烦啊，哥有东西要做啊 ，OK。Oh shit， 现在上传很难的，忘记了。因为我盖了那个东西啊 ，shit， 要想一想了啊，不是要盖船就盖的，你懂不懂？啊，是啊，上去会被挡着啊，没有想到刚刚，不如把我们的船停在这里了，方便一点点，好吗？每次我一到那些关键的任务啊，那些大任务啊，一定是停在他们的三倍的，好像我不能光明正大跟他们见面这样了。OK， 对了对了。移出来了，移出来了，要靠这个船帆去移动那个方向啊，慢慢移进去，漂亮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船帆的用处你懂不懂？不一定要方向盘的，我们这些有技术了吗？海盗来了吗？这个地方有一种那种 Mad Max 的感觉。是啦，有那个懒惰鸟啊，哦，那个超盖，这只白的哦，之前我遇到的都是红的，应该会丢石头给我。哦，真的是丢石头啊！走了，我们下去先，直接下去先。降雨仔又在了，哎，我这里可以直接下去。哇哦，这样深啊，一定要那个氧气管哦。又有河豚哦 ，Holy fucking shit！ 上来先，上来先，上来先。
啊，如何脱离各位？那、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海底有河豚，有鲨鱼，我本身已经很怕这两个的 combo 了。我要心理准备哦，这里我要心理准备一下，难搞了，难搞了。一次过三个，你看，你看，一次过三个怪，各位，这里该了。为了不要碰到水，你懂不懂？不用碰到水就减少了那个风险，你明白吧？喂，过来哪里啊？你看那个鸡凶猛，你看呐、啊。我怕是什么？我杀了那只鸟，明天它又复活，所以是浪费体力的。来，走，我们进去。走走走，进进进进进，天亮了天亮了，别浪费时间。我要上去，对，这里有楼梯。来来来，开门。OK OK， 进到来了啊，进到来就不用怕了。他拼命丢啊，你怎样丢都好啦。现在，幸好他有一些地方是给我避开那些石头。他丢了石头，我们就出去。哎，鸟丢嘞，就是很危水呗，刚刚。走 ，OK 上，天差不多要暗，我们就要回去了 ，OK？ 哦，中到，超烦哦！哎，这个地方好像很多东西耶，要分几级各位？需要需要一个东西拉过去哦，滑索工具啊，如果没有读错的话。啊，这里走一走先，看一看先，哪里有 zip line？ 这里有字条。需要一个爆炸性粉末，需要一个爆炸性粉末，这样子不是要打河豚吗？他又来了，哎呀 ，OK， 这里有桥，我们过去吧。OK， 进去先，进去先，哇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来啊？这也是之前在这里生活的人，需要三个滑索部件。这里可以走下去。那这一只不一样的鸟哦，它丢石头比较准的。不要管门，不要管门，不要管门。开过的就是代表探险过。你一管门的话，你就乱了，你就不懂哪一个已经查了。因为这里很多长得差不多的那些公爹大，你懂不懂？对不对啊？哦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要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不喜欢在陌生的地方待到天黑了。好了，回去先，回去睡觉先。OK， 各位，我觉得这一集哦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刚刚我进去这个地方探险了一下子，发现哦，有很多很多东西做。他叫我找那个 zip line 那个东西，应该是要探险这个地方才可以做到的。可是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下一集我们直接探险完整个地方。Okay. 很多很多 content 啊，你看，不懂要做什么，知道剧情的观众也不要偷剧，拜托。今天的 rush 就到这里先，喜欢的话给一个 like， 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记得订阅。接下来会大量更新生存游戏，rush 啊，还有什么我再找找，下集继续 guys， 拜拜。